Hello， 我们看一下42等比数列与等比级数的习题第11题。题目跟我说已经知道 A、B、C、D 这四个都是正数，而且它们也是等比数列。题目跟我说 A 加 B 等于 16,C 加 D 等于 144， 然后题目要叫我求这个数列的公比 R 会等于谁。好，目前来说我都不知道说 A、B、C、D 这四个正数分别的值会是多少，所以我一开始的话，因为我借由题目告诉我说A、B、C、D 是成等比数列，所以我假设这个等比数列公比叫做 R， 那我可以知道说什么 B 会等于什么 A 乘于 R， 所以这边我就写 B 等于 A 乘于 R， 那 C 会等于什么 B 乘于 R， 对，那 B 又等于 A 乘于 R， 所以 C 会等于 A 乘于 R 的平方，那 D 的话会等于 A 乘上 R 的三次方。好，我这个假设出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套用在题目跟我说 A 加 B 等于 16,C 加 D 等于 144， 对，所以 A 加 B 等于 16， 那 B 我刚才是不是说会等于 A 啊，所以这边我写 A 再加上 AR 会等于 16,C 加 D 等于 144， 所以 C 会等于 A 的A 乘上 R 的平方，所以 A 乘上 R 的平方再加上 A 乘以 R 的三次方会等于144。好，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个式子， A 再加上 AR 都有共同 A， 对，所以 A 提出来 A 乘上刮胡的1加 R 会等于16，这个我叫它第一个式子。好，第二个的话是不是底下这个大家都有 A 乘上 R 的平方，对，所以我共同提出 A 乘以 R 的平方，那一样乘上刮胡的什么1再加上 R， 最后等于144，这个我叫它第二个式子。大家有没有发觉第一个式子跟第二个式子都有 A， 然后也都有刮胡的1加 R， 对不对？所以差别只差在第二个式子有乘上 R 的平方，所以我将第二个式子除以第一个式子，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什么，等号的左边是 R 的平方，等号的右边的话是144除以16，所以会等于9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得到 R 的平方会等于9，那 R 的平方等于9代表说 R 本身就是3或者是负3，但是大家注意一下，一开始的话我是不是将题目说 A、B、C、D 这四个的话是正数，把正数是不是用荧光笔画起来，所以大家想一下，当我四个都是正数的时候， R 有没有可能是负的，因为当 R 是负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这边 B 会等于 AR， A 是正的时候， B 这时候是不是就变负的，因为正的乘上负3，B 一定会是负的，但是题目跟我说 A、B、C、D 都要是正数，所以 R 等于负3的时候会不合，因为这时候题目跟我说 A、B、C、D 都要是正数，所以 R 一定要是大于0，所以这边 R 等于负3是不合的哦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数列的公比 R 一定要等于3，我才可以符合 A、B、C、D 都是正数。